呢個法官佢係咪審案噶？唔怪得佢搶住嚟審啦。三文治級嘅暴力去向公職人員示威，無傷無乜都冇，最多係賠翻啲洗衣費俾佢。佢話要量刑係三個禮拜起，公職人員向手無寸鐵嘅示威者濫加暴力排隊俾佢打。我想呢位搶住案嚟審嘅法官，快啲搶呢件案審，唔好再講呢嘢啦，香港嘅法官，你對權貴咁重判咩？對你自己上司嗰個侄女咁重判咩？你話對公職人員示威用暴力係要嚴懲，咁你警察去打呢啲示威者，有邊個裁判官話要嚴懲啊？你講乜嘢啊？係咪啊？好嚴重，炸全家！你行出去嗰度，油尖旺、深水埗，又有幾多人打交？有嗰啲人係咪重判嘅？有得查嘅。三文治，我希望做個實驗啊，買埋1000份三文治掟下，睇有幾傷。嗰個示威係要侮辱梁振英，而不是傷害梁振英。呢個法官係唔知道有呢樣嘢。如果係要量刑重嘅，咁謝霆鋒揸完架車叫第二個頂包，呢、這個妨礙司法公正咁大鑊，係判乜嘢啊？社會服務令啊嘛，呢、這個鮑志金個侄女整巴佢添啦，整一巴個咁啊，咁啊，又唔好事噶喎、啊。你不是針對我們？喂，這個律政署說什麼？嘿，謝霆鋒很重的啦，社會服務令等於坐牢嘛，這個我在黃武永國已經說過，不是怕坐牢啊，而是不要說那麼多廢話。我請教謝霆鋒和鮑志金的侄女，那結果是怎麼判的？